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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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那我们看下面，说是没有第一的智慧，就不能够直下无疑。直下无疑就是说，当下直接的。没有任何怀疑，就佛说到哪里就信到哪里，所以极乐世界马上相信，所以阿弥陀佛马上相信，说你只要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到极乐世界成佛。八字算命书，雅称八字命理，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书，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命理20余年的道长，擅长八字算命，居家风水布局灵符法师，道长微信20882988。到死都不相信，我才不相信呢，那就是没有智慧。所以我们佛门里讲智慧，讲愚痴，它跟世间所讲不一样啊。世间说这人脑子聪明，会盘算，会算计人，这人有智慧，这叫世之变聪。在佛门里边，你即使大字不识一个，老太太走路东歪西歪，没人看得起啊，连这个中午煮饭淘多少米都搞不清楚，但是他能够相信净土法门，这是智慧人。啊，你是教授，你是博士，你是学者，往那一站滔滔不绝，啊，这个口若悬河，往那一坐，笔下万言，这个触笔成章，但是你不相信这个法门，啊，是个愚痴的人。这就是这佛的判断就这样，因为生死不能了啊，都是世间的，世间的小智。那如果我们听到极乐世界能相信，这是大事情啊。所以极乐世界，我们经文一开头，释迦牟尼佛就说：“去此西方10万亿国土，有世界名曰极乐。”七土有佛号阿弥陀，今现在说法，这个是全人类所有众生的福音啊，这就是福音啊，天外来音啊，这是佛的声音啊，佛以一眼说法啊，其他的声音都是噪音杂音啊，这世间啊都没有好的声音。所以善导大师就说，归去来魔香不可停，到处唯无娱乐，唯闻愁叹声。那我们听讲佛这样说就能相信，这个是有智慧的，不简单啊！不论是凡夫还是圣人，对于佛所说的话，尤其净土法门，是以养性作为根本，没有讨论的余地，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思维思辨，你只有相信，没有办法啊！佛的境界除了信没有别的，不是靠自己的智慧呢，作为啊有能力说我来靠我的智慧的思维测度判断推理，那你就这个经就进不来了。其他的经典啊，你还可以在里边去琢磨一下子。你像阿弥陀经的经典，你怎么琢磨，一开头来这句话就给你啊，这个就是迎面就扑来了，铺天盖地就来了，又不讲那么多东西，就说去此西方10万亿国土，有世界名曰极乐，告诉你在这个世界往西一直过10万亿的佛土，有一个世界叫极乐世界，那里有尊佛叫阿弥陀佛，你信吧，你不信，不信就不信，信了信了就信了。这里他没有什么说大教授就能信，老百姓就不能信，他跟你读多少书，跟你有没有受过教育毫无关系，只跟一个字有关系，缘分。他为什么能相信？老太太大字不识一个，他为什么能相信？那教授读了那么多书，写的著作等身，他为什么不能相信？缘没有到，缘分，缘很重要，佛的缘啊，佛缘的非常重要。那底下我们会说，所以说呢，不是以行人的智愚来论信还是不能信，说这个人有智慧，所以他才能相信，不是这样，要反过来认识，是以这个人他能不能信，而判断他有没有智慧。他只要能相信净土法门，是一个有智慧的，他怀疑甚至不相信，那是有愚痴的。所以我们说过了嘛，佛的智慧，佛的境界非凡所测，
荆棘之蛙不足以形容我们的狭窄，鼠目寸光不足以形容凡夫的这个短浅。所以对佛这种开阔广大的智慧，我们没有办法去思维，去思议啊，去揣摩，去测度。所以唯信能入，只有信，信了就是你的啊。何况这个信也不要你花钱，就是阿弥陀佛建立极乐净土送给我们，说你信了就是你的，你信佛念佛就能往生成佛。所以这个法门非常简单，非常殊胜。如果不是大善根、大福德、大因缘、大智慧、大福报，他信不来。信是要有智慧的，是要有福报的，他信不来的，他怎么能信得来呢？他信不来，没办法信啊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出门都坐飞机，你一百年前你叫一个人说，哎呀，你可以做一个大铁鸟在天上可以飞，他信得来吗？他信不来。他如果那个时候信得来，那他是有大智慧的，他肯定对这个空气动力学的原理、飞机的什么他都很了解，他才信得来啊。那我们能相信说在西方十万亿国土之外有世界名曰极乐，那我们为什么能信？就是你的心量已经到这个地方了，你的心已经有十万亿国土这么开阔了，你的心跟佛的境界已经接近，就是可以他才相信，不然怎么能相信啊？他没办法相信的啊。你像城市的孩子，他根本就不知道农村的事情，你跟他讲一些农业的运作，他很多人信不来的啊。你米从哪儿来？米从缸里来的，米从店里来的，你说从地里长，他信不来，他没有见过。那么他能信得来，他跟这个是有一种，对，已经就是有很多铺垫。所以对佛的话能信得来，我们要知道这是很有善根的，不是一二三四五佛种住善根，无量百千万亿佛所种住善根，因为这个境界太高远了。因为我们信的比方净土法门，已经不是信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事情了，我们连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，所以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很多事还信不来呢，何况除此世界以外十万亿国土之外的极乐世界，讲那些简直是天方夜谭的平方，他信不来的，对不对？那可以理解啊。那么为什么信不来呢？心量没打开，他局限于自己，娇慢得很，认为我一定什么要通过我的事，好像每一个人都是心门检察局局长啊，佛经要拿来通过我心门检察局通过了，我才可以放行，不然他就不能信。那这样有什么关系呢？明信佛智，如果我们信佛所说，明信不昧，以佛智为我们这个信心的来源，这样就会得到大的利益啊。这个利益就是念佛成佛的利益。我们一个罪业凡夫居然能够想到成佛，这个事情想起来浑身都觉得颤栗，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。如果疑惑佛智呢，为时大利，你怀疑说，哎呀，哪里有净土，哪里有极乐世界，这样你就失去了往生成佛的大利益了啊。你刚刚说了，你信阿弥陀佛也不要交税，也不用花钱，也不要费时间啊，甚至也不要你拿钱到庙里做功德，你坐了旁边，你信了就说你只要念成佛，佛就救你，贫僧还有光明保护你，摄取你不舍，不仅保你一个人，还保你一家人平安，有什么应该一点，对，一点没有要你奉献什么，全部是给你的。那但是给你只有一说，请你相信，因为如果救你，你不相信没办法救你啊。所以佛是这样彻底的慈悲，他是在那里，虽然好像是我们在合掌拜佛拜托阿弥陀佛，其实是佛在合掌拜托你说，哎呀，某某众生啊，请你相信我啊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啊，我是为你好啊，我要救你啊。你看父母对儿女不就这样吗？我的活老子啊，我的小孙子啊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要相信父母，父母对子女啊都是一片心，掏心掏肝的啊。我啊，这个我们各位做父母的，我讲的这段话你们心中应该有感受吧，特别是如果自己的孩子不听话，哎，这个父母的心啊简直是简直都要下跪了，我的活老子啊，我怎么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们那个五座世的众生不听佛的话，哎，我哪有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都急得跟他跟你合掌了，拜托了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救你啊，你在娑婆世界很苦的，六道轮回啊。如果我们活到四五十岁的年龄，对佛所讲的人生是苦这四个字，如果你还不能点头，那你这个人确实是智慧太浅短了，太幼稚了。
人生是什么？人生就是苦。佛印讲特别明白，世间啊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，人人都有说不出的苦。嗯，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苦，苦是觉悟的先导，苦能起觉，苦也是觉悟的一个逆增上缘啊。我们前几天我们学院学生讲课啊，就举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说得很好啊，苦可以看作上天的恩赐，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苦都泡进南无阿弥陀佛六字红德名，六字万德红名中啊。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好，我们的苦向谁倾诉，我们的苦怎么样才可以消除，把它泡在六字名号的法水当中去。那为什么有的人可以信，有的人就不能信呢？就在一个缘字，缘分深你怎么讲就怎么信，缘分浅啊，你怎么讲就怎么不信。所以有的人就很怪，你说这个人啊，他明明胡说八道，旁边的人都能看得出来说他是个骗子，胡说八道，但是他就是有人跟他这么信，他信的简直是就是点头磕脑的，他怎么讲就怎么信。他们之间缘分深，你没有办法的事情啊。所以啊，有很多那个邪知邪见迷惑了不是一个人两个人，成百上千成百上千的人，百千万人都给他迷惑，他俩有缘分呢，那你没办法。那么这个缘呢，如果我们跟邪伪恶知识，那就麻烦了，所以一盲引众盲，相牵入火坑。那如果我们信佛菩萨，那当然就福报了，所以跟阿弥陀佛的缘深，你信呢就深，你信心深也就说明你的智慧深。那缘分浅呢，你信心就浅，所以缘这个字就能说明一切问题。你说他为什么能信佛，张三能信李四，他怎么就不信？张三他有缘呢，他佛缘很深厚啊。那李四呢，李四的缘还浅一点，所以他暂时还信不来。那这个缘呢怎么办？叫培养缘分啊，缘培厚了，他就能信佛所说。